So，还没有开始之前哦，我May 在这边呢，要先就是很感恩哦，因为现在的疫情啊，我们都知道哦，在我们这里也是很紧张一下哦，然后在印度啊，在那个国家，哇，真的看了都不敢想象哦，一天可以死这么多人哦，So，我们就是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大家共聚一堂，大家都健健康康哦。在这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哦！啊，所以我也祝福大家都是健康咯，啊，祝福大家。OK，那现在呢我们就是 Mans 呢，他等下待会会进来，可是现在呢，我想说给你们就是看一个 video，然后就是有讲解的，只是5分钟的 video 啊，然后就是 Mans 呢会以另外一个方式来为我们解说，OK？嗨，现在要介绍的是 Slim Fit，到底什么是 Slim Fit 呢？又要 Slim 又要 Fit，我想啊，这两个在一起呢，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那一般上呢，我们减肥呢，想要瘦身呢，会碰到几个比较挑战的问题，包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甩掉脂肪啊，不管是男生跟女生，我们要从脂肪里面去把它就是燃烧掉，然后血糖转换掉，OK。那当然，如果要甩掉脂肪的话，一般在做运动的时候，很多的教练会告诉我们，你最少要运动20分钟以上，才开始，身体会甩掉脂肪。那因为我们的血糖跟脂肪的转换，它真的需要时间，OK。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水肿的状态。水肿呢，其实也是一些人正在面对的问题。那我们身体为什么会水肿？很简单，控制水分跟控制血压的器官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当我们的肾脏气比较虚弱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水肿。那肾脏为什么会气比较虚弱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压力啦，可能是贫血啦，很多的状况啊被干扰等等等。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水肿我们要处理的。然后第三个呢，要减肥最重要的要素呢，也是我们的宿便。一般成年人的宿便大概是5公斤到12公斤。其实如果你可以把便排得干净，肠道处理干净的话，其实我们的体重已经下降了。当然，排便也是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哈，不可或缺。第四个，女人呢，在每一个月经期的时候排经血可能没有排干净，那没有排干净，这个就是一个很挑战的问题。如果经血没有排干净的话，它有可能会变成是瘤。也有可能变成是一些堆积的血块在我们的子宫的周围，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很重的比例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们要处理的。那最后一个减肥碰到最难的问题呢，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失调。那只要一讲到荷尔蒙失调啊，许多人都说束手无策，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OK，那我有发现呢，有很多的女孩子呢，因为喜欢吃冰，或者是在生产的时候呢，生小孩的时候呢。曾经有用过止痛药或者是打针，大概使用了严重中剂的止痛药，大概第二年开始以后，身体就会开始产生水肿、胖起来，那个就是一个明显的叫做荷尔蒙失调的一个状态。总归这些所有的问题呢，这5个问题所产生减肥的困扰呢，全部的答案都在 Slim Fit 里面。所以我们呢，就是非常简单的让各位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只要你涂抹你的腰椎，腰跟整个这个肚子，OK，还有这些要瘦的地方，大腿这个地方，你只要涂在想要瘦的地方就可以了。这是一般正常的人，在没有贫血的状况之下，你可以用 Slim Fit 来做减肥。可是有人告诉我，我有贫血怎么办？我们最担心就是女孩子有贫血。那有贫血的女孩子呢，通常都会比较挑战，为什么呢？荷尔蒙比较容易失调，而且经期比较容易絮乱，但是。如果有贫血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加上使用一个 Iron Man 这个东西哈。Iron Man 呢，你可以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你涂抹在你的腰椎或者是在整个背椎，它会帮助我们的身体呢加强造血。如果你发现呢，因为你的身体有贫血，然后也很难瘦身的话呢，你可以用 Iron Man 来调理身体，然后达到平衡跟达到瘦身的目的。当然，如果要瘦身的话呢。更快的瘦身的话呢，最后一样东西各位也要记好的，就是喝我们米纳诺的水。
在新陈代谢加速方面呢，米拉诺是绝对帮得上忙的。这三样东西呢，就是我们减肥的三宝。但是一般的人要减肥的话呢，你只要用 Slim Fit 一种，其实你就可以很满意了啊，就是看到自己会 fit 起来。而且涂了 Slim Fit 以后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当我们在感觉到需要吃饭或肚子饿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情绪失控。所以我们建议人家在涂抹 Slim Fit 是在三餐之前、运动前跟睡前。所以你在用餐之前涂抹 Slim Fit 的话呢，哪怕有时候你会偏饿，一般上你已经失控了情绪哈，但是你涂了 Slim Fit 你还是很镇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暂时转换我们的血糖变成我们的能量，所以这个部分好好的体验。Iron Baby 陪伴宝宝方式长大。哎，看了这个解说是不是很棒啊？我觉得这大概短短的五分钟哦，这个解说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就是这个Slim Fit 啊 ，OK。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妹呢本身呢不是说很胖啊，只是有一些部位哦还是不是那么的满意 ，OK。就是我们女人哦都知道的，我们怎样瘦都好啦，都是我们的大腿呀、啊，还有我们的肚子，啊，那边是一定会有 extra 的肉出来的。OK，so、okay, 呢，我呢就用了这个产品过后哦，我是觉得说它的刚才老板所里面讲的功效啊，都是我能够去见证到的啊，所以你看哦，一瓶它有五个，刚才 OK， 我就是要考你们一下，刚刚有看到影片的，刚刚他老板说哦，那个我们的那个减肥三宝是什么？Nano， 对，还有呢 ？Amen， 对，有礼物，有礼物吗？刚刚我没有讲说要给礼物哦，忘记讲哦。OK， 下次补回啊。那 OK， 所以刚刚老板啊、就是 Man 所讲的哦，都是中的，因为呢啊、他想说我们他可以排我们的宿便哦。就是这样子刚好哦，我今天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哦，就是可以讲说是多少啊，这么长的排泄物。所以呢，就是你就是这个已经排泄出来了过后，你会觉得整身会很轻松啊。然后就是如果是说如果你问我说需要减食吗？其实我老是跟你讲，我是没有减的。我是没有减食，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嘛。所以呢，我也是照样吃，但是我有运动啦。啊，老实讲，我是有运动，因为我一向来都是有运动的哈。可是它可以，就是以前我还没有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呢是也是用市面上的一些产品，就是说也是一样，就是要想要局部达到局部消除我们的脂肪的。但是哦，它不只是一瓶的，它呢是瓶瓶罐罐的，所以你要花的钱呢也是比较重本一点哦。然后就是起码啦，它最起码也要三瓶，你要买三瓶的。为什么？他跟你讲你要 burn 你的 fat 吗？所以那一瓶是用来涂你有脂肪的胃，然后第二瓶呢就是你瘦了过后哦，它就会有那个 cellulite 哦，然后它有那个好像陈皮组织啊，很难看的皱皱这样子的，所以必须要用第二瓶来把它抚平。然后过后呢第三瓶呢就是要拿来就是给它，你有时候你瘦了它就是很松弛嘛，所以就必须要给它 fit。 所以你看要买到三个产品才可以达到你想要局部瘦身的效果。那我们的 Slim Fit 呢就是一瓶可以打三瓶或者是更多瓶啊，就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用的哦，它是因为 SlimFit 呢它很方便嘛，它只是涂局部你想要哦 OK 下好，下次要请一个助理的好了，他们已经进来了吗？ OK，你叫我关吗？ OK， 刚刚我是啊？你叫 recording 吗？要叫吗？你有叫 recording 吗？我这里没有哦。如果那么，但是我相信啊 ，allow 我叫 recording。没有，我相信啊，那Steven， 你有 record 吗？你要 allow 他 record 吗？给他进来。哦，我要 allow 他 record 啦。Steven 有 recording 啊 ？OK， Steven 有 recording 有吗？哦 ，OK， OK， 谢谢 Steven， 好 ，OK， 那我刚才是讲到May 分享，就是之前的时候我用到就是一些产品哈，它是会很好像辣辣这样子的。就是你涂了过后、哦、你会觉得哇，你好像很多蚂蚁在叮你这样子，所以你就是很辛苦，然后就是你还要用那个保鲜纸来包啊，包住它20分钟啊，给就是消除它的那个脂肪啊。那因为女生都是爱美的嘛，她认为讲哦，付出这样一点点的辛苦不用紧，得到一个就是好的身材，可以把这个脂肪去掉。都是值得的、哦、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因为我们遇到了 SlimFit、哦、因为 SlimFit 你完完全全不用承受这些痛苦、哦、你只是擦而已，就好像你擦 lotion 这样子擦，就是你想要瘦的地方你就擦那个地方就可以了，不用擦全身的，除非你全身都想瘦、哦、然后它这个 SlimFit、哦、它的名字取得很好了，我觉得Slim 了 you fit， 对不对、啊、其实在市场上很难找到 Slim 了 you fit 的，一定是 Slim 了过后你又要买其他产品来 fit 的、啊、所以呢如果我想问看你们这边是谁还没有用到 Slim fit 的，因为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用的哦，男女都可以用的啊。据我所知 CK 大概应该有用过对不对？有所以他也是跟我讲说是蛮有效一下的是吗？嗯，还有里面我知道有几个用过都非常满意他的效果，其实我是没有停的，这个好、啊、这个我是到现在我没有 skip 的，我一天涂两次，就涂在我想要瘦的地方哈、啊、然后他真的是可以令到你很满意，当然如果你是很积极的有去运动啊，你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哦。OK， 好，那刚刚我们看的这个Vance 跟我们解说的这个 video 哦，其实我想问看哦，我们应该都是会员的嘛哈、哦，他有，我想问看你们都有看里面全部的 video 了吗？每一个产品的解说你们都有看的吗？都有啦，有啊、哦、有啦啊。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这个 video 啊，这个非常非常好，因为我都是用他的 video 来去 share 给我的朋友的，因为他是又短又清楚啊，然后又讲的就是应该讲的都已经讲了OK， 好，啊 ，Max 有这个吗？啊，没有 ，Max 讲说，如果 Q&A 要他 answer， 给他知道他就进来。他现在是在海外，所以他怕说线不会很stable 啦，又加上下雨。啊、，OK， 真的，现在是下雨，原来那边也是在下着雨。OK， 好 ，So。想问看你们有什么疑问吗？对于 SlimFit， 哦 ，Diamond 已经有用了，是吧？
很好用是吗？其实哦，你们就是可以互动一下的，不要那么的 serious 啊，因为我们这里呢，就是讲说这个平台，我们这个 Zoom 啊，是以很真实的分享的，啊，并不是有什么包装啊还是什么啊，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边提问，如果我可以答到的我就答，如果我答不到的话，不用担心 ，Mans 大哥会帮我们解答的，啊。Amy。Amy， 听到我讲话吗？啊，听到。哎呀，我的 earphone 不能用，我刚才我插 earphone 不能用。妹，我们在用 SlimFit 的时候公司是说，我们如果正在减肥的人，一罐 SlimFit 必须在3天里面搞定用完，是吗？对，他是如果是说他是比较要看到效果啦。他是要在3天要涂给他玩哦。对，如果是正在减胖的人，对，是。然后正在减胖的人，其实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就试看他的效果，结果呢就整天上厕所上个不停的。啊，是咯，所以他是一瓶有5个效果嘞，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产品哦。对，嗯。然后 CK 路头头用时一罐有3只用完了。我还没减肥，打那我那 serious 都我 serious 啊，我伤了啊，三级了，把我用对哪关啊？你过来不？那是 I fit 你呀？哇，不错啊！哇，真的是哦，你没有医生是像一点，我多汤啊。我都烫了。但是最近也是勤劳一点啦，去走那个 Ambrovilla 每天都有去，所以都双重的效果了。哦 ，OK， 对，好了，这样接下来我们可以放第二个 video 啦。没，可以，我帮你 share 那个 video 啊。OK， 接下来就我们就是讲这个 iTouch 哦。就由我们的女神，等一下跟我们分享。我们现在看一个影片先。这个产品比较特别，很多的女生涂了以后呢，涂在胸线以后呢，她就打电话来 complain， 她说我这么老了，我还感觉到有一点发育的现象，胀胀的。没有错哈，我们现在有70%的女生呢是没有完全的发育，她可能发育到70%、80%。甚至没有完整的发育，所以 iTouch 这个东西呢，可以让女性的胸线呢能够接近完整的发育，这个是很特别的东西。女性的胸线呢，在中医来说是跟血跟气有关联，如果你的血跟气不够的话呢，就是胸线可能就会比较没有发育的这么完整。但是在血跟气的脉轮的连接中间呢，它就是有一个胃部，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今天的女生呢，在吃东西常常会有胃痛，或者是胃常常不舒服失衡的人呢，通常她的胸线的发育是有受到考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多用 iTouch 涂在你的胸线，它很直接的让胸线这个部位呢，它可以保养的比较完整。那一般上妈妈在喂奶的时候呢，可不可以用 iTouch 呢？她在喂奶半个小时前可以。我们都知道，奶水呢是来自女人的血液，所以如果你有贫血的人，你是不够奶水的。就像男人的精子也是来自血，那男人不够血的话，精子是不够的。那如果是因为血液的问题要补血的话怎么办？又回到要涂抹 Iron Man 在我们的背椎，然后喝米拉诺的水，这两样东西它就会帮助我们的身体造血的，然后再配合 iTouch，所以哺乳的妈妈可以很轻松，母奶就会非常的顺畅。爱用 baby 陪伴宝宝方式长大。Hello，OK，好，我们谢谢老板的分享。
那今天的这个 iTouch 呢，就由来由我来分享一点点啊，用了这个 iTouch 的心得。OK， 大家好，我是 Rachel 啊。OK， 那么我们的这个 iTouch 呢，它的华语名字叫做美仪挺，美仪挺。OK， 那我们的这个 iTouch 呢，它是全部都是我们所周知的都是全天然的这个产品啦。它是由这个这个葡萄籽和大豆制成的咯。所以呢，在认识 ARTech 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我们 ARTech 所有推出来的产品啦，因为它是由全部的这个天然产品所制成的。那么在这个15年来呢，从研发到现在呢，是没有任何一项的这个副作用。OK， 然后我们的这个 iTouch 呢，其实是否我们女孩子啦，男孩子也可以买啦，男孩子就买来送给你的老婆咯。所以刚才我讲的，男孩子就送给女朋友或者是送给你的老婆。OK， 那么我们这个 iTouch 呢，它是我们女孩子呢，无论是大包肉包还是叉烧包呢，都是适合用的。这个如果你是大包来讲，你这个 iTouch 呢就可以帮助你帮助你的这个胸线呢美而挺。 OK， 因为大包了我们也是要健美的嘛，如果大包那么垂下来呢就不美观咯。那如果是小包呢，好像刚才老板所讲的这个情况呢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啦。就是说年纪已经不小了，可是为什么用了呢，它还会有发育时候的那个隐隐作痛啊。 OK， 所以呢这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 iTouch 呢，它是可以有这个物理生物讯息哈，然后它可以唤醒我们的这个人体记忆，然后达到平衡的作用。所以呢就是在我们使用这个 iTouch 过后呢，我们的胸腺如果在我们发育的时候呢发育的不好，所谓发育的不好呢，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可能那时候你就是减肥，好像我是减肥啦然后呢就可能穿错内衣啊，穿错内衣的 size 啊，所以呢就导致我们的胸腺发育不好咯。所以 suppose 可能今天我是有36C 的哈，但是今天只是有 34B 罢了就是因为我当年发育的时候十多岁的时候减肥然后又没有穿对内衣所以就现在不要紧啦，现在遇到 iTouch 了嘛，所以就有这种问题咯。所以当我在使用这个 iTouch 的时候呢，大概一个星期过后呢，我就觉得说奇怪哦，为什么会像我们发育的时候那种隐隐作痛，然后我就开始怕嘛，然后又不敢问老板哦，因为老板是男孩子嘛，然后我就问我介绍给我介绍身边的学生我有我的学生，我说你们用来会不会这样奇怪，我有两三个学生哦，也是同样有这样的 feedback 啦。所以我就想说他们有这样 feedback， 这样我有这样 feedback， 全部都有痛，这样我就不用怕咯。所以呢刚才所讲的这个隐隐的痛呢，就是说我们的胸腺呢其实是有阻塞了咯，所以在这个阻塞方面呢，这个 iTouch 呢就大大可以帮助到我们咯。 OK， 然后呢我们时常有时候其实我现在用这个 iTouch 呢，最主要呢是让我的胸腺健康了，而不是说要变得更大啦。因为时常我们会听到身边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啦，女性朋友她的胸部生瘤啦，胸部生水瘤啦，胸部生肉瘤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你们的朋友反映给你们知道这样的情形呢？如果有的话，很多是吗？好彩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啦那么相信呢，今天我们已经用了 iTouch 呢，这样的事故呢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这个 iTouch 呢，它可以达到生理平衡的作用，然后可以让我们通我们的这个胸腺因为我们胸部有很多这个胸腺的嘛。OK， 所以呢 ，iTouch 呢是可以让我们的胸部呢更加健康。那么刚才讲到隐隐作痛之后呢，其实我们呢都带来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我们呢都带了一个 cup。
按了一个杠。所以这边呢，要跟你们真的是跟你们分享，我们都很高兴，真的是带了一个杠哈。就不便咯，要花一点钱去买内衣，对，买过内衣咯，哈、啊，就是涂了一瓶罢了，我跟你们说，一瓶罢了哈。第一个星期是隐隐作痛啦，所以忍一下痛咯。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呢，其实你就看到效果了的。OK， 好，那么讲到这个 iTouch 呢，我们是怎么使用呢？其实啊，今天呢啊，我就缺少了做一个啊胸部的这个这个什么胸部的穴位给你们看。其实呢，我们只需要涂在我们胸部的穴位。简单来说呢，也就是我们手这边啊，接近我们胸部这边就有一个穴位，涂在这边这个穴位 ，OK。然后我们中间呢，这边有一个穴位啊，我们女性朋友哦，这边记得了，就是我们这边的穴位。然后呢，其实是不用按摩的哦，就是这样子涂。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iTouch 呢，因为它是有着这个啊、我们所谓的 ARTech 的这个技术，物理生理。啊、物理生物技术、啊、它就可以细胞传细胞，细胞传细胞，它帮我们做工，所以呢，你们就不用像、啊、以前涂这个、啊、胸部的这个护胸的那个，在那边一直按摩，不用啦，这个只是涂在我们的穴位 ，OK， 所以是、啊、非常方便简单的、啊、因为时代改变了，所以我们用的东西呢都是。我们现在都是要坐飞机了，不可能再踏脚车了嘛，对吗 ？OK，、嗯、啊，然后呢，这个呢，其实我以前，我是有做美容的哈，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做美容，就是小小间的一间美容院，我有修眉，然后美容院，那么就很多我的朋友哈，他的女儿小女儿在发育的时候，就是13岁、14岁就开始发育，他们时常会问我，哎，王燕啊，你有没有啊一些胸部的这个？产品哦，我的女儿现在在发育啊，我要给我女儿涂了，现在开始照顾啊，将来她们穿衣服比较美啊 ，OK。所以呢，那么我就有啊、也是有进一些护胸的产品哈、哦，但是那些护胸的产品呢，都是呢，其实我卖给他们呢，我还要帮他们做护理哦。不过现在呢，自从有了 iTouch 过后呢，我就不用了。我说，哎，这罐搞定，你买给他自己回家冲凉。的时候叫你的女儿涂在哪里哪里就搞定了 ，OK，iTouch 就可以帮助她了。所以呢 ，iTouch 呢，基本上呢，对于刚刚发育，就是13岁开始，发育的女孩子呢，到像我们这种年龄，不要公开我年龄了，毕竟哈，到像我们这种年龄的女孩子，或者是像我们妈妈这样的年龄的女人。我们 iTouch 呢都适合他用、哦、只要他是想他的胸部呢是健康的、哦、他不想去花他的 insulin 去 claim 那个生瘤啦、生水泡啦、生水瘤、肿瘤的，那么 iTouch 呢就可以帮助他。OK， 那么去年刚刚认识 ARTech 的时候呢，它价钱是119的嘛，对吗？那现在它的价钱只是99块、哦、所以呢非常值得、哦、各位女士。现在他的那个，因为之前的是才30g 嘛，所以现在已经换了比较大的，嗯、所以呢就是260。哦，换了比较大，啊，换了比较大的，还有我的这个小盒的还有很多。哇 ，CK，thank you，CK， 你出真济会哈，你 spare 真济哈。今日有咩意外？很搞啊 ，CK，CK 讲啊，你哎，你翻啊，多包细包啊，出啊，很多嘢啊。OK、啊、现在我们是比较大的、啊、不然小罐的一下子就完了哦。好，所以呢，女人 iTouch 呢，就是每个人都不可以缺少的。OK， 那么我的分享呢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哎，谢谢 Rachel 的分享。在线的有谁要啊、就是一起分享一下吗？你们用了 iTouch 或者是 SlimFit 有什么？改善或者有什么见证吗？中山没有卖 SlimFit 啦，啊不啊啊啊 ，iTouch 啊中山。哦，这边呢，分享一下哈，其实我卖这个 iTouch 哦 ，Repeat 就是蛮好的。
反正我的 Slim Fit Repeat Seal 是没有这样好啦，我的这个 iTouch Repeat Seal 是很好的哈。因为以前的时候，如果说你要买这个护胸的产品哈，如果你要买比较好的，好像Australia 还是美国来的那种价格就很贵很贵的哈。所以后来呢，都很多产品呢是从中国来的哦。中国来的其实我们也用得很怕啦，因为我们真不知道说真正中国他们里面的 ingredient 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其实价钱也不便宜啦，我们也是用得战战兢兢。那现在有了 iTouch 呢，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去介绍给我们朋友。对，因为用得安全，它是呢15年来配方，从配方开始15年到今天呢是没有完全零副作用所以我们用得安心，卖也卖得非常开心OK。那么各位朋友有没有对于 iTouch 有没有什么疑问呢你们可以问我们哈，因为我们已经用很多了，我已经用很多了不是我们呢、啊、我也是有用啊，我也是有用。对呀，我们放在冲凉房一关，房间一关记得就涂。通常是在冲凉过后涂咯，冲凉过后涂。对，才不会忘记。所以才会换盖。不要紧啦，干烟啦齁，那些盖换掉不要紧不要紧。完了，不要紧不要紧，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因为他们啊以前如果是说好像我有听过我朋友讲哦 就是为了要那个胸线美啊，然后就穿很多条 bra， 就是穿很多件的 bra， 对、就牛 bra 啦，什么 bra 什么 bra 啊，能够集中的啦什么啦，全部都是穿在一起，哇很辛苦哦。其实这个就是其中犯了这个错误，补充一下哈，其实这个就是犯了错误，因为我19岁开始我就做 modeling 了嘛，所以在穿这个 bra 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了有些衣服我们是必须大胸的人，但是我们 modeling 的又不是每个都大胸啊，结果我们就放很多 pad。那么在这个挤压我们的这个胸部方面呢，所以就造成我们的胸部发育不健全。所以好像我这样呢，我19岁就开始做 modeling 哈，所以就一直压，然后内衣呢我们又穿比较紧的，为什么？怕什么意外发生，老板进来了噻。对，进来了。你好。你好，我在路上，所以黑黑的看不到我的样子，所以我就放 microphone。OK， 不要紧，现在我们在讲iTouch 讲得很兴奋啊，老师。You go ahead. OK， 刚才讲到那个 bra 哦 ，OK， 其实我们如果放太多那些new bra 还是什么，它挤压我们的胸线，其实对我们的胸部呢是很不好的，因为哈、挤压到我们的这个胸线，那么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胸部呢阻塞。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胸部的皮肤那边不能够正常的呼吸啊，所以就很多我的 model 的同事呢 model 的朋友呢，很多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呢20多岁就开始生肉瘤什么瘤什么瘤什么瘤在这个胸部了所以就去医院割瘤细瘤等等这样子。所以呢是在购买这个我们的胸罩内衣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你的那个 sponge 厚啊就是好的，其实我们应该穿可以通风的这个内衣。然后呢如果你真正要你的这个胸线呢更加美呢，不用考虑，就是只有我们的 iTouch OK。 因为之前就是知道讲说有钢圈的内衣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乳腺会阻塞，然后现在很多处的内衣都是没有钢圈的，但是因为地心吸引力嘛，如果长期穿没有钢圈的内衣的话呢，地心吸引力嘛它是就会比较往下垂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 iTouch 来维持我们的应该在对的位置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些朋友我们介绍给他说，他讲不用啊，我都这样大了但是你的大未必代表你的是美大了，大包未必代表是美
然后呢，小也未必代表不美啦，但是小呢，如果说你要一穿衣服呢，穿得更美哦，是丰一点点哦，会更好看哦，对吗？好像我这样太瘦了嘛，所以人家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样不健康啊？好像发育不健全啊，或者是朋友曾经妈妈曾经有讲，哎，你是不是不吃啊？想要是营养不良。我不是营养不良，我是减肥过度哈。不过现在呢，已经换角了 ，OK？ I touch 出现过后已经换角了 ，OK？ 再换又再换。如果是明年又再换了、陈立新老师再 continue 再换。Ironman 再涂一下，血又可以多一下，然后就可以明年再换 ，OK？我每一天都要花一点钱来买cup啊！哈哈哈哈哈！中山减肥啊，中山，你是问哺乳吗？哺乳可以吗？有问题。哺乳可以啊，可以，哺乳是可以涂的。因为它的原料都是用我们的食物，就好像刚才律师讲的那些原料做成的，所以放心。哦，我们这个问题这边有蛮多人问问题一下 ，Diamond 有问啊，老师 ，iTouch 男孩子可以用吗 ？iTouch 啊，男孩子先不要用吧。iTouch 男孩子不用用，因为哈、Diamond 的问题是这样的。iTouch 男孩子也可以用吗？可以预防乳癌。其实男孩子、要预防乳癌是用什么呢？老师 ？OK， 用 Iron Man。听到？听不到？听不到？听到吗？听到、可以了。男孩子预防乳癌的话是 Iron Man 没有错 ，Iron Man 涂抹背椎，那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呢是由我们的红血球分配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贫血的话呢，血红素呢会帮我们的身体制造100多条不同的荷尔蒙，所以如果我们身上有其中几条荷尔蒙乱的话呢，我们该调整的不是荷尔蒙，而是我们的血，所以呢涂抹Iron Man在背椎4个月就可以调整回来。男孩子要多涂 Ironman 了啊，要不然你们也是可能患上乳癌啊。对啊，要 Max 他如果男孩子也是想要大一个 cup 呢？要大一个 cup 的话，现在有的哦，因为有很多男生他们去变性啊、，bodybuilder， 他这边他的胸肌比较大一点，不一样的那个是 muscle。那个去 gym 啦，那个去 gym、那个是像石头一样的。OK，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哦。嘿。Omchera 啊，所以乳房有硬块，现在用 iTouch 可以解决吗？大致上乳房的问题 iTouch 都可以解决。对。因为 iTouch 呢是平衡我们的乳腺，所以比较简单的保养就是 iTouch。哦。那刚刚男生讲到长肌肉的、哦、长肌肉的话呢，有的，我之前台北有一个 gym 的 coach、哦、他有拿去 try， 他说在 gym 的时候，听不到，他的 signal drop 掉了，哦 ，drop 掉了哈，啊，现在 OK 了，啊。那个如果有做 gym 的人的话呢，你把 Iron Man 涂抹在 muscle 的部位啊、哦，你可以 try 再看跟没有涂抹在 muscle 的部位啊、哦，它 gym 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哦，对，那如果你因为我们 gym 的人就是怕有 fat 嘛，有肥嘛哈、哦，嗯哼，然后Iron Man 是可以就是可以让肌肉跟脂肪哦，就是。他们很容易去做平衡，意思是说，如果你要 build 你的 muscle 的时候呢，它自动会把你的脂肪退掉，它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把你的那个肌肉 build 出来。哦，这是台北有一个 gym 的 coach 他跟我讲。他大概用了多久？你讲？其实用两三次就看到效果了。
差别很明显。哦，好像快啊。很快，差别很明显的，明显很大的。OK， 是男生的肌肉要涂 Iron Man， 那女生的肌肉呢？也是一样可以涂 Iron Man。一样一样，因为肌肉它是 Type 2 Collagen 接近 Type 3 Collagen 嘛，它比较接近 Type 3 Collagen， 所以 Iron Man 呢还是有 coverage 到那个肌肉的部分嘛。那当然，我们有一个配方是 for 就是 Type 2 Collagen 的，那个是针对我们的肌肉或者是我们身体的 body line 线条的。那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下一波才会出来这样子咯，所以以后就是说 bodybuilder 呢，他们可以就是减少吃很多的那些蛋白质啊，嗯，protein，因为很多蛋白质是合成的嘛，不是很天然，嗯，所以他可以用那个涂抹的 collagen 来做代替，去 build up 他的 muscle， 这个配方我们已经有了，哇，很期待，很期待，嗯，我也很想要用啊。听了也想要了噻。OK， Cheryl， 好 ，Cheryl 啊，还有回复你这个问题啊，乳房有硬块可以解决吗 ？OK， 我本身的这个经验呢，因为起初在用这个 iTouch 的时候呢，老师就教我们说，只需要涂在我们的这个这个穴位。哦，但是我是比较贪心啦，我就自己研究，我就想说，因为 我有的时候会帮我的朋友啊，那些他的女儿啊，刚刚发育的那些做这个乳房的这个护理嘛，然后我就用了这个 iTouch 来，帮他们做护理。除此之外，我当然有替自己做护理啦。那么我们在做护理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用这个 cream 呢，我们会有用一种辅助的一种水分啦。所以那时候我就有问过老师，Mans 老师，我说如果用这个呢，然后帮我们这个小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按摩这个硬块的地方呢，有没有解决？然后我有一个顾客有反应给我知道呢，真的是有解决他硬块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真的实力来的啊，这样子咯。所以呢，那时候呢，我是介绍他这个 iTouch 掺我们的那个 Iron Mist 一起用啊，用来 massage， 这样子咯。所以这个是对的 ，ratio 是对的。那个乳房有那个结块的部分呢，我们叫做纤维化，纤维化的那个瘤啊，iTouch 是非常有效的，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那如果还有加上一些就是按摩的话，它会更快，没有错。每一个女生都几乎都有效的。啊，所以如果你或者是你朋友有面对这个硬块的问题呢，你可以用这个 iTouch。还有我们的 Iron Mist 来按摩咯，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OK， 那 Mans 问一下，如果 通常他们如果有这个硬块的啦，建议呢，大概是要用一个疗程大概多久呢 ？OK， 我们的乳房呢，应该是说我们的乳腺哦，乳腺的发育呢是根据我们的。我们叫做女性的荷尔蒙，又回到女性的荷尔蒙，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荷尔蒙 的前身呢，它就是血红素，所以在发血，如果她有贫血的话，她一定会发育不良，所以如果女生要发育得比较正常的话呢，她的血红素一定要制造正常，所以如果要万无一失的话呢，就是Iron Man涂抹腰椎背椎 OK， 在发育时期的时候加强涂抹背椎跟iTouch 的涂抹那个胸腺，双管齐下的话呢，基本上是会很好的。所以意思是说，好像一些正在发育的女生是有来经期了过后才可以使用 iTouch 呢，还是几岁开始可以用？她第一天来经期以后就可以使用 iTouch。OK。因为来经期过后她才开始发育吗？是吗，老师？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哦，也是 from Cheryl 啊，喂母乳的妈妈胀奶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帮助？你是说喂母乳的时候，我们涂这个 iTouch 帮助什么？帮助它产生更多奶水啊 ？Cheryl， 没有，胀奶就是很多奶水嘛。啊，所以如果胀奶要就是要。比较好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你要把那个奶泵出来了，要不然就是给 baby 喝奶了。哦，因为它是一个循环，哦，一个循环。他问说是不是没有那么痛？
哦，那肯定是比较不会痛的，没有错。因为 iTouch 呢，它会软化我们乳房周围、乳腺周围的神经，所以它比较容易放松。哎呦，如果十多年前遇到 iTouch 啊，那时候我们就不用痛了，这样辛苦了咯，老师。假了，假了，哎呀。现在遇到也现在遇到也好啊，因为我们可以给女儿用啊，是吗？对对对对，我们四十四岁还可以换个，不要再满月了啦。我要讲几岁要讲了？哎呀！哈哈哈哈哈！你是四十四还是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你二十七啊，老师。好。不过你可以升 one cup 呢，这个是，就是应该是说还没有发育完整的所有的女性啊，她都可以升 one cup 的。因为 iPass 呢，它是属于平衡我们。人的乳腺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你太就是发育的太多哈、哦，它有时候会帮你减下来；如果你发育不够的话，它帮你提升上去。基本上提升上去的机会会比较高，因为现在的女性朋友就是压力太大，所以压力太大都造成很多贫血的因素，造成乳腺没有发育完整，这是很多人都有的了。现在，是我是贫血的，然后我又二十多岁的时候一直减肥。对，可能 也是营养吧。正确，减肥的话会造成贫血跟营养不良，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对，对，减肥就要用 Slim Fit。哎呀，是十多年前都没有遇到 Slim Fit， 现在补回去，现在补回去。你所讲的咯，妹啊，以前都去买那个辣椒的、啊、来涂啊，涂到啊，哎呦，眼泪都要掉下来，涂到丢掉啊。这很奇怪哦，那些产品都卖得很好哦。以前吗？十多年前吗？都讲十多年前哦。是啦。OK， 那么在线的朋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关于 Slim Fit， 还有我们今天分享的女性圣品 Slim Fit 跟 iTouch 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上来，所以哺乳的妈妈是可以用住 iTouch 的啦，老师啊，是没有错。OK， 那 Mens 啊，如果是说他们已经是有去开过刀了的，就是有那个 breast cancer 啊，一边已经开过刀，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涂嘛，因为有时候他们要涂这些东西哦，他们会问医生，可是医生大多数都是建议他们不要乱涂。Okay， 因为好像他说老师有讲过了这个。OK， 我们在开刀的时候呢，我们是把那个我们的乳房里面的那个液状体哦，整颗哦，把它拿掉。OK。所以当我们的乳房的液状体整个把它拿掉的话呢，并不代表我们乳房的那个神经线不存在，它的神经线还是存在。 OK， 所以只不过因为我们没有乳房的腺体之后呢，我们没有办法促进那个我们叫做荷尔蒙的制造，所以当它没有办法就是能够正常的制造荷尔蒙的时候呢，我们就更需要用 iTouch 来提醒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个 balancing 嘛，对，所以一定要涂抹。如果你开刀过后的人呢，一定要涂抹 iMan 在背椎、腰椎，还有 iTouch 在你的胸前，一定要 OK。还有子宫颈瘤啊，把子宫拿掉的人也是一样 OK。那你就必须要涂抹 iMan 在你的背部，还有你的我们的 icon 粉在你的子宫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腹部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如果你又动到刀拿走了以后，这一辈子就是要照顾你的身体这样子了。如果你不照顾的话，你很容易伤风感冒，很容易生病。因为我们身体其中有一条荷尔蒙不平衡的话呢，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都会大乱这样子了。所以一定要照顾。OK， 所以更年期的女性的话，她也是必须要用比较好啦哈。用，因为它会减低它得到癌症的风险。所以这一期我们所讲的就是 Slim Fit。OK，Amy 有问，那我们是不可以
Amy 有问讲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介绍 iTouch 给刚生 baby 的妈妈，因为她很可怜的，因为胀奶很痛。可以啊，可以啊，刚才没有错、啊，可以的。嗯，可以的。又多了一个顾客了 ，Amy， 恭喜你。OK， 然后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 iTouch 跟我们的 SlimFit 吗？就由我跟 May 来分享咯，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更认识这个 SlimFit 跟 iTouch。那么下个星期我们是讲男性的产品吗？这个星期我们讲男性的产品叫中山奖。中山和谁？中山讲，我终于有得发言发挥的机会来了。中山找一个人讲。中山讲阿尼玛呢？莫为阿尼玛呢 ，baby 卖不出，卖不出。那你要请教看卖阿尼玛呢很厉害的，谁 ？CK，CK 的。CK 我没有买了 ，CK anytime 没问题。CK anytime 一个月出100万啊！哈哈哈哈哈！你开玩笑？那个 Amy 啊 ，Amy 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哪很多阿里玛呢？是啊，有 Amy 买那减少啦，讲解啦，你啊无生理噻哦。没有没有，我是哪阿里玛呢？现在找这人。我现在找到一个人，但是我就是在有在分享啦，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女孩子嘛，要分享阿里玛那是没有这么容易啦。啊，你不会叫你老公分享啊？我老公啊，哈，就是现在开始要叫他去分享啊，分享给他朋友啊，还要叫阿翁他们一起啊，一起加油推阿里玛那。还有 CK 可以分享啊 ，CK， 你们自己开一个 group 啦，男孩子全部讲阿里玛那的啦。啊，跟你说中了，就是昨晚才开。所以我们现在就 stay by 阿里玛那的 stock 哦。哦，哇，太厉害 ，organize 了，太厉害 ，organize 了。阿里玛那是很好的，阿里玛那我们吃药。男生吃壮阳药哦，他的寿命会减少差不多一半，嗯、所以有很多人吃壮阳药哟、哦。就是他明明，他五十多岁还可以用的，可是吃了壮阳药以后呢，他可能五十多岁就不能再用，他会缩短他的寿命。嗯、那为什么要用阿里玛呢？阿里玛呢是会保持我们男性的寿命，对呀、啊，所以如果有吃。补肾跟维持男性的荷尔蒙，所以如果有一些人他只是吃药，他没有去保健的话呢，真是不行的，他的寿命会很短。所以，有用药的人呢，他最好是建议他能够用阿里玛那来保养他的男性荷尔蒙，这样子咯。那因为阿里玛那它不是壮阳药嘛，它不是说涂了以后呢，20分钟它就可以不一样啊。它是慢慢改变我们身体的健康，它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去平衡我们男性的荷尔蒙，所以你查的越久它就越有效，所以平均大概是5天到7天之后它开始有非常明显的效果，那之后呢就一直有效一直有效这样子的，所以它跟药物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它是一个保养保健品。5天到7天慢了这样快，你看我们涂 iTouch 还要2个星期才有效，所以男孩子要多用了。阿里玛那是可以 try 的，很多男生非常好的。对，所以 Rachel 就快点买给你的老公用。有啊，买给他用了啊，做不了就买给他用了啊。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因为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就给 Mans 就是继续就是驾车了哈、哦。嗯，好了，也9点半了啊。嗯，对，我们的今天这个分享就到此为止了，好吗？